正式开学之前需要一个体检证明，今天带着小儿子来做体检。我听说的话抽象了不行。妈妈，阿爸抽完下次怕抽的。哦，怕抽的。14公斤的。猪油该采哪一下？抽下了，采下了。但是这都比较担心了，你这样说。嗯。在他这年龄段，人家正常身高1米1，然后体重18公斤，他的体重才13公斤，而且他这身高才1米6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回来的很不容易啊。引起重视了。嗯。勇敢了，哎。妈妈，他是。爷爷是自己。我也没没太能想出来。坐着。以后在饮食上可得引起注意了。嗯。有的不吃肉，有的不要了，好一点。红薯搭配。主要都平常清淡清淡。我觉得吃的油腻了，不好。走吧，挨着赵先生，他需要留葱香皮，记着啊。留着。那是你葱了，留着吧。嗯。快去吧，咱们要建立的社区。对，不是你不是那。小小小小，给叔叔小小啊，给长个小啊。给长个小啊。好。嗯。这咋也快嘿？快。马上就出来结果了。没有了。哦，去完结果搭配就好了。哦。不想你就好了，姐。是。这么就好了，小人真是。不是，人家小人真眼睛小了，人家小人干了。对，不是小人了，就多安慰，现在给你发过了嘛。嗯，没事。抓好的，卸着给你刀。走了啊。好好。这样这样的。到一条结果出来了，人奇怪结果。嗯。你看你这回命卖的。哎呦，知道不啦？10块钱。就火呀火呀，下油给你买的，装水呗。还有嘞，不几天就不炒了，走。知道便宜还是10块钱？买些，买些，一会儿就买上。要货。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弄了这结果吧，下头就吃吧。骗手吧，是不是？嗯，骗手，交强硬。你是不是有驴儿直接就给他做了？对。你就给我这只翻好了。嗯。你这咋回事呢？啥都想吃，嘴都张个盘，这咋回事呢？是？啊？咸吃少了。咸吃面条了。咸吃面条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那就去街站头吃有点少棍面嘞。中啊。昨天那是咱省博上是吃到的，哎，嗯，走吧。快，好嘞，好嘞，停下。今天都是菜，这边是大白菜，这是全部都是菜。这里面没面吧？你可以叫面。那你妈妈吃了。你想在哪吃过哈？那是北京的，咱今年的菜。哎，香菇肉片俺先吃了。香菇肉片。俺没有吃过。香菇肉片。也要香菇肉片儿。耶，香菇肉片儿。还吃喽，闻的就香。嗯，真好吃。嗯，真好吃，好吃。好吃，嘴不长肉，那边白吃。嗯，掉了不来啊？掉了。娘
个汤啊。这一份吃了不是啊，嗯。我也不已经吃的差不多了。你想要什么呀？嗯。